牛不拉，我是鸽子，马拉神回来了，得吃饺子，就上我那儿饺子。这芹菜屋，你看小黑黑，这上我给你做你最爱吃的了。啊？做你最爱吃的东西了。饺子。哎，对对，饺子饺子。可别给我和成萝卜面了，这得蒸着。好，蒸着就不了。大锅水全部进来，你不能一喝俺肉也不掉了。喂小兔吧。哎，对，你不能到底里，啊，这挺不能都不能从那蒸面是挺和的。俺大盆面那时候和蒸和那大盆面就这一焯一焯，倒点水，一像焯的母牛那干面呢。啊，草鱼呢，三卤两不卤都成。这个呢，大一点儿，不能一点儿，像手上沾着那蜜蜂腿一样不好和。好。一会儿这不加盐，我加不了跟前。嗯。稍微弄点盐，加的快点。行，红花一半，桃花都该开了。嗯。也是人家说那句来着，七月桃，八月梨，九月柿子红了皮。哼，谁家柿子谁家摘，木牛柿子不着急。那他要不吃饺子，咱咋着急啥嘞？慢慢就煮了呗。不是饿了，就说他不是饿了，咱着急啥？慢慢就煮了呗。嗯。八十不够我烧份儿的嘞，我是瞎设计，赶紧。我说你看你猜不猜不？嗯。我家住在半山腰，不用我了，人家就好。钉子。你脑袋瓜儿怪灵啊！你咋想的是雕啊？你说好。你许用它了，街上不许用它的好雕。你想下来了呗？下来晚了。哎，你想下来晚，他吃不完，你吃点儿下。你用了小份儿，你再吃点儿。好。那我吃十个。你这主要是你二十个，他吃十个呀？那是个十万，吃不完，都吃多少说多少，你还说了准备好了。我要吃冰的，我要吃冰的。好，咱吃个那冰冰。杨奶，我要吃点的。杨奶，他一边就吃。来，那玩意儿就吃那冰的，十个呀，十个。你冰我多，跟多多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。是你来，是一，我的活啊！就好，用你的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一，好，还得下茶了，来，还过来啊！走，好，去吧，去吃吧。好了，行吧，找你吃吧，来点我干。嗯，搁这你看你还吃吧。嗯，你吃吧，这不是一会儿的，赶船了，赶船下船了。叫我尝尝，我看看味儿啥呀？咋没烟啊？嗯，中啊，你上啊，你咋吃不完？你上啊。这现在饺子挺好吃着嘞。嗯。嗯，这还蛮香的。好了，看俺饺子弄好了，那俩小孩先吃嘴着了，俺还得慢慢包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这招还应该放那儿吧？他俩一个人吃了十个，肯定不够。中，这猛一换馅就是怪好吃的很。嗯。忙包啊。嗯。